10年，在人口普查以后，美国的所有的选区都会重划，这样子才能够把人口平衡一遍。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以后，2021年我们要重划加州的选区，从联邦的议员到州议员到各个地方的市议员、县议员等等都要重新划。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亚洲亚裔的选民应该要保护自己。美国的法律规定，所谓的 community of interest，就是社区有同样的需求的时候，必须要尽量的划在同一个选区里头。在别的各种社区种族也好，残障也好，男女也好，都在争取他们自己权益的时候，我们亚裔也必须要发声，让我们的人口和选民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达到最高的选举出我们能代表我们自己的议员的这个能量。在2001年，我曾经参与这一个 process 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在很多地方我们吃了很大的亏。在亚裔集中的地区的时候，常常被人分散成3、4个选区，造成我们无法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声音的议员。这一次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发声，参与这一个process，能够让决策者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而且同意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。谢谢。